吃素，都要投猪头，要投猪头，然后要祈祷。Okay, 你能做到吗？这些能。身行好事，口说好话，心怀善念，皆由三好福田活动。良好品德从小培养起，把力行三好变成孩子生活中的习惯，做个人间人爱的三好小孩。课程里面我们都有教导孩子要怎么去落实这个身口意，他除了是在学校他去做到，然后回家的时候他也是会去做。有看见孩子他其实从一开始的不懂，然后渐渐的他就有潜意识里面知道，要做到这三样的身口意。原本打算茹素一个月的小朋友，结果习惯成自然。以前我在学校有吃蔬菜，回家也有吃蔬菜，因为我喜欢动物，我不要吃它们，我要爱它们。我要鼓励爸婆婆还有爸爸还有公公一起吃素。现在我喜欢吃蔬菜和水果，吃素可以很健康。在过去的一个月，小朋友学会身口意的重要，守好心中一方田地，念念传播美善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